翠华中环德輔道中舊址巨舖獲貳號冰室逾50萬承租，租金大挫55%。7亿元转售与香港著名银行家利国偉的妻子利易海倫或相关人士。该铺位过去由翠华自用多年，并于2021年结业交吉。据悉，该铺最新以每月逾50万元租出与前翠华行政总裁駱國安旗下的2号冰室，较旧租金大幅回落约55%。上述铺位为中环德輔道中84至86号张记大厦地下及地库，地下面积约3163平方尺，地库面积约4200平方尺。据悉，该铺位获前翠华行政总裁駱國安旗下2号冰室承租，月租逾50万元，较翠华2021年旧租金约110.7万元，低约55%。翠华李遠康2000年买入价仅5780万，上述巨舖原由翠华控股大股东兼主席李遠康持有多年，铺位由翠华自用多年，至2021年才交吉。资料显示，翠华餐厅与与李遠康等签订协议，从2018年4月1至2021年3月31日止的三个财政年度，翠华每年以1,381.1万元租用该铺位，即月租约110.7万元。银行家李国伟家族3.7亿买中环铺翠华李遠康持货23年，净赚3.1亿。据了解，李遠康早于2000年以约5780万元购入该铺位，而数年前该铺曾以6亿元放售。董事包括利劍虹、利碗红、利王星芬、利易海倫及梁祥彪，为利国偉家族后人，利国偉为恒生銀行前董事长。以成交价约3.7亿元计算，李遠康持货23年账面净3.1亿元，升值约5.4倍。3年前斥2.86亿买中环永安全层，事实上利国偉家族对中环相当看好，如在2020年4月份，该家族以2.86亿元买入中环永安集团大厦全层单位，平均尺价258万元。原文网址：翠华中环德輔道中舊址巨舖獲貳號冰室逾50萬承租，租金大挫55%。香港01https://www.下次再见。以下视频供大家欣赏和参考。歌曲《赢不赢不重要》是专为女子跳水双子星直保和禅保编制蓝军 Wilson Studio 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 v=cuvkfylmu。